斯达沃第一时间就顶唔到嘅，咁所以咧就换嚟一个叫角球。我见到系林柱基都摄到过，系啊，咧就判断错咗。开赛初段啊，咁啊作客嘅元朗方面先开纪录，又嚟啦噃，摆个靓太苏沙吸翻埋嚟。嗱，古斯达沃即刻走位，呢下入到去禁区啦。咁但系中间未有队友郑景豪可唔可以攞到咧？后边苏沙，哇！呢球波咁啊，大机会咧，系啊，咁啊可以入波嘅。古斯达沃其实一路推一路望噶啦，咁当时其实苏沙已经企到个靓位，古斯达沃虽然个波有少俾得，呢边啦，正进六字又想攞落嚟，古斯达沃杀到斜线靓啊呢个波啦，俾佢右手边睇睇，佢里边咧，你话真系唔系咁嘅够胆掂佢噶。拖就拖得靚啦，伸做一立再殺翻埋嚟禁區入邊，雖然話有少少咧就偏離咗行。中場大家哇，寸土必爭噶，呢下把其實腳都踢得幾高，但球證認為冇問題。古斯大維一個轉方向，鄭景浩已經係喺啊殺到。可以同對方就爭下一日之長短。好啦，蘇沙擺個靚太轉到過嚟，有個機會噶。後邊啲隊友喳喳聲上到嚟噶啦嘛，古斯達和喺度，但係呢個波送過嚟，張建真漏咗呢邊塔 Q， 哎呀，1-0元朗。啊，呢個波咧第一時間接唔實咧，做巴倫古數慢咗少少嘅啫，但係見到巴倫古數都個意識很好好嘅，衝埋。好啦，轉個頭唔講正話球，睇翻呢個反擊先啦。古斯大王啊，好嘢喎！左攝右攝又俾佢啊，得翻住攞翻住個波，就俾馬其實接埋，俾到自己隊友添啊！好啦，呢個假動作，古斯大王又嚟啦，窄位照射嗱，呢個波其實就唔使咁頂翻埋嚟先。古斯大王，馬比奧，再波回過嚟左路，古斯大王再推一推啦，送翻過嚟，法比奧。由徐兆正杰顶翻出嚟，呢边大家去嘅时间加时光慢一步，好啦。右边呢边入中间，好啦，古斯达和下半场古斯达和都压前啲啦。呢个波送入禁区，限次杰没收。咁亦都真系好明显啦，上半场踢右闸嘅咁啊张子健咧，咁啊就移咗过嚟踢左闸。郭建邦嚟到攞到之后再扯过嚟远出，嗱有空位侧身上射，古斯达和好嘢呢个。呢边卢君仁一攞就斩啦，落点唔太差，但系仲有个古斯达和喺度，都系一个食糊嘅办法嚟嘅，防噶啦。但系1-0都俾高敬俊挡翻出嚟，巴利佢有啲甩脚噶，最终古斯达和最后帮佢铲得。咁啊，转一个4-3-3咁样嘅打法啦。好啦，呢下美亚翻嚟帮手，跟住迪卡奥咧，再俾佢嚟迪亚高边线立到嘅应该，不过对住古斯达和都唔容易应付噶，冇错。古斯达和得几犀利，个下盘一钳钳翻个波出嚟，呢边高敬俊又顶到。今日暂时啲高波咯，高敬俊好似仲占。呢球波唔系几清脆，入到去中间，大家斗勇，古斯达和一撩起脚，但系对方叉埋嚟，林柱基咧呢下就将个波删到。